林采缇20岁，身高168公分，体重46公斤，三围32D、23、35。啊，今天这身装扮很明显的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哦。对啊，因为今天是 cosplay。对，因为最近我有扮演就是 cosplay《海贼王》里面女帝的角色。蛇姬女帝。蛇姬女。我刚刚看到，我其实不太敢正视她，因为这正视她会被石化，你知道吗？没看对不对？哦，就是看你就变石头这样。对，只要我念咒语就变石头。真的，让我变石头。你会念那个咒语吗？他就比一个这个，然后这样melu melu melu，就是，哎，对，镜头melu一下，我现在可以剪成预告哈，OK。好，预备。手低一点，低一点，谢谢。melu melu melu。精彩难受，看看，果然卡通跟真人还是有差。听说你多才多艺，而且还会讲广东话。广东话。对。因为我是在澳门出生，你很会讲广东话，跟他对话一下。谁跟你争功啊？来，那广东话自我介绍一下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彩提，今日好开心嚟到呢度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，咩都。你都算能叫不咩都，这很可惜。好，来，请千招坐一下吧。预备，开始，一。二三，你要好好啊！